委员会给双方修完，中央主委委员啊，国民的立场拢徛伫头前，为什么呢？就是讲方便咱稍等下特别翕相的时阵，哦，能够能讲啊，能够底下等你安尼吼啊，所以我拄啊连这人拢来头前，啊，副秀的单位就是包括咱的啊校长啦吼，也就是讲啊，咱的议员啦吼，或者是讲是咱的调解会，哦，咱拢来请来头前安尼吼。因为咱干阿总统也乡尔，哦，干阿总统也乡尔，其他的人呢，拢总无也乡，包括陪坐嘛，拢无也吼，啊，所以咱的全部的信众，拢双手合掌虔诚，作心意来给咱的白沙妈祖祈福平安。哦，我跟大家报告哦，在古早吼，诶，方便啊，在啊向天祈福。啊，这是作声的吼，作声哦，所以呢，啊，总统带咱祈求平安，厝内面有大细汉，啊，身体勇，甲妈祖讲，啊，有求必应啦吼，哦，感谢你，感谢你。这边可能有几个师尊哦，建议你们要的话就先去站，不然再来请我，因为这是那个看管的啦。阿伯吼，阿伯吼，也随物签。演讲啊，上紧啦吼，上紧大约啊，都十分钟才会到吼，大约啦吼，大约啊，十分钟才会到。啊，所以呢，啊，咱大家等静心啊来等待啦吼，因为行程真的很赶吼，行程很赶。啊，感谢咱感恩基地，咱的刁鸿文刁旅长啊，到场吼，感谢感谢。啊，咱现场有小朋友的家长注意一下哈，啊，咱尽量咱小朋友爱小朋友哈，哦，差了哈，哦，卖我差那样，哦，他大家拜托。就欢迎你，欢迎你。他不是说不能开灯？太不亮了。Thank you.
个变形金刚的另外。Thank you.
看不到画面。咱总统为咱台湾全国的人民祈福，咱马上就要来开始。来，请各位乡亲啊，进来台湾市民，咱大家分享咱台湾首要目沙马做的案情啊，陪同咱的蔡总统为咱的人民祈福，替咱的人民消灾，啊，咱的全国百姓都平安啊，请大家肃静。中华民国一统八几海年，总统蔡英文于台南市新市区台江首要新市一万中为全国人民消灾祈福，可见。为政为雄，举三刀之吉祥，福祸天威，武仪天下，目沙妈祖，道气中存，顶天助顺，大江永安，富贵济福，大海平和，守护台湾。福国悠人，香火永寿，文化天宝，威名显赫，山海树乡，中富国境，无灾无难，圣母皇恩报答理由，今自弘中华民国一统八几海年。八月三十一日，总统蔡英文亲临视察南台，向各界认定陪同，台江首要新市一万中，为台湾全国人民祈福，进香。万众一心，祝新年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海国同春，人民平安。再拜，恭祝大江首要新市一万中吉。新市区各宗庙香火旺盛，目沙妈祖敬礼归尊神，万载威灵，三拜，福愿台湾鸿运万年有庆，人生吉祥，富国民心献。花
在富贵骗台湾，总统三骗还人天，骗俊明。六国侵敌敬天后，报道雄明达于行，献晋国台南所过四季生，台湾不散庆连峰，献全体一同向台江首庙升起一万中天上圣母白沙妈祖娘娘及新市区国光庙主神热心，行三鞠躬礼，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总统蔡英文祝福热心。咱就来请咱的总统，是咱祝福文啊。首先啊，我先感谢咱蔡英文总统哦，吼，会当来到咱台江首庙啊，来甲咱参拜的同时啊，吼，咱甲咱蔡总统感谢一下，拍一下手来。再来就是我讲较白啊，讲上文哦，爱讲上文，我讲较白，就是咱是国民了。咱蔡英文咧选总统的时候，我是咱亲戚阿公咧，所以大家甲你支持，所以嘛，要做。哎，做完一票吼，哦，阿加上政党，但是未来二公二公啦吼，二公二公的当时，我要再次拜托咱这乡亲，吼，再次就大家甲咱支持，可以继续前进，安尼好唔好？但是干那上咱总统这个总统府嘛是较重要咧，咱的地位吼。咱的理智吼，嘛是爱顺顺，甲三号这边咱的国会协助咱蔡总统，将咱的国情推向个顺利，安尼好唔好？非常感谢各位，感谢咱啊，林主委啊，当代表着咱台江首庙新市的民众，给咱全区啊国光寺庙啊，咱的主委啊，地方人士非常感谢。咱今仔来邀请咱市议员林立群啊，来给咱大家请安，给咱大家问好，掌声欢迎咱的林立群议员。多谢，咱的蔡总统，啊，咱的地主委，啊，我宜兰哦，林委的好同事，啊，我的王平武林委、郭国文林委，啊，我的黄市长、黄伟哲市长、徐国勇部长，各位宜兰新市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咱的贵市哦，可能是咱永安宫遐哩热闹哦，啊，真侪人来个遮，意爱来看总统一面，嘛意爱。来继续吼，来支持咱蔡英文总统，予伊咱继续咱带领咱台湾。我想咱十七世纪的时阵吼，咱是市会当讲是荷兰人来首先开发咱这古名叫做新港社。伫十七世纪的时，咱这就是文明的起始点。伫今仔日21世纪的时阵，咱现主持是高科技的南科。所以17世纪甲21世纪，咱犹原是徛伫整个太平时代的潮流的前方，这就是咱的新市这个所在。所以拜托大家，所有咱文明新时代的潮流的前方的新市人，爱有勇敢上先前的选择。拜托大家共同支持蔡英文的总统，安尼好唔好？好。当然。
员，嘛要拜托大家，和我去国会，甲咱地方发展的需求、地方发展的困境，去国会来发声，安尼好唔再次拜托，真多谢，再次多谢，把咱总统安以前每年讲这个时阵，有缘人来咱永安乡县员，有缘用总统行立法委员的身份，伫这个所在向大家共同见面，安尼好唔谢谢，多谢。谢谢，感谢咱林立群议员。会使讲非常认真打拼，啊，一个好议员，会当受着咱全台湾市民对伊的疼爱，尤其咱新市啦，啊，咱新市拄啊欠林立群一个公道啦，为甚物呢？真正替咱做太侪太侪代志，所以啊，同时甲咱啊林庆利议员的打拼，啊，大家有目共睹。再一次一个破声，甲咱林立群议员感谢一下，谢谢谢谢。恁两个总算。爱来遮兴奋的，人要做听的。咱今仔要来邀请着咱，会使讲亲情爱邻啊，伫咱台南市啊，短短一个时间啊，拍出着一个相当相当亮丽的成绩，也是咱的啊大家庭，咱的黄伟哲黄市长，我们用最最最最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黄市长。谢谢大家，咱得得注意，大家人听啊，有个罪啊，但是我准备罪了哈。感谢咱的总统，咱的啊得注意，以及咱的啊李义勤啊李伟，咱的郭国文李伟、王定宇李伟啊，咱的啊陈议员以及林议员以及啊各位领袖。啊，各有强有弱的，各位要注意，各位时段，大家公安大家好。好。大家来听总统讲话无？有。安尼，让总统讲好唔好？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来个总统支持，来个咱的台北支持，安尼就。好，咱就用上届其他一天，咱一个国家的领袖。蔡英文总统，即会使讲啊，为着改革着台湾的命运，为着要来促进台湾的进步啊，伫国际来发声啊，所以伫遮在百万之中呢啊，特别来到咱台南的新区，永远的新区，我相信啊，总统呢心内一定非常和咱同款啊，非常激动。啊！祝希望甲恁大家平安问好，来，咱用一个叫恁的破声来欢迎咱的蔡英文总统。咱有发一个蔡英文，那我加油好无？蔡英文，蔡英文，蔡英文，加油！总统，总统，总统，加油！加油！好，谢谢，谢谢。多谢，真多谢，今日有一个机会来咱的永安宫，啊，尤其是多谢咱的诸位。啊，诸位2016年嘛是我奥运会的会长啦吼，啊特别爱甲咱致谢者多谢。啊，2020年，诸位嘛是同款吼，相挺到底啦吼，所以我要甲大家都咱甲诸位谢者多谢，好无？夸奖者，好无？啊，今日真欢喜，咱做下来有咱在地。大家长，不过话嘛无讲足多，迄个大家长，啊，咱的表现足好，大家长，咱的黄伟哲黄市长，吼、哦，安内无夸声。哦。啊，搁有咱的现任两位立委，咱的王立王立法委员，吼、哦，啊，搁咱的郭国文，咱的现任的立法委员。啊，这拢要电力的哦，莫敢袂记哦。啊，今日是我家里以前来遮来祈求咱的妈祖，给咱保庇，予咱即个会使去，会使顺利，会使顺心。啊，咱明年拢会使当选来给大家服务。啊，我嘛知影讲今日的现场有足多咱新市地区内底足多有公庙的代表人拢伫一只吼，啊嘛我看到足多咱的理友嘛伫只啦吼，啊嘛，啊个足多咱在地的好朋友吼，啊另外我要甲大家介绍一个大咖啦吼，啊我若出来公庙咧拜拜的时阵，这个大咖定定对我吼，嘛甲我保庇，嘛甲我保护啦吼。
啊，就是咱的内政部，咱的部长徐国勇。啊，上重要当然是咱今日的现场所有咱新市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台湾大好。好。台南市就是台南市，咱新市就是新市。我安尼礼拜，我看路边徛遐尼侪人，我就想讲，大家大拢徛喺路边，无徛内底。啊，我今礼拜时阵，我看内底人搁较侪，吼、哦。啊，大家拢要握手，我要甲咱的新市，咱的乡亲是怎讲吼？大家手拢足有力的，足有力的。啊，我嘛足欢喜的，我嘛是足有力的，安尼甲大家握手啦，吼、哦。啊，就这是。甲蔡英加油啦，吼、哦，嘛是甲咱的台湾来加油啦，吼、哦。希望讲蔡英会使连任，林义仁可以当选，啊，咱的台湾会使更好，更较好。啊，咱台湾在过去几年来，咱阮2016年开始执政以来，咱一直咧拍拼，一直咧拍拼，讲予咱的台湾会使有改革。有使有进步，啊，咱产业有发展，啊，咱的老人，也是咱的囡仔，也是咱的少年人，会使得到更加侪的好的照顾。我要甲大家讲，这几年来，虽然讲咱有足侪足侪的挑战，不过咱嘛一关一关过，一项一项解决。即嘛三年外来，咱即嘛足侪，咱的台湾人有感觉讲。诶，咱这个政府有在做代志嘞，吼、哦！啊，咱这个政府成绩嘛袂歹啊，啊，大家拢有感受着讲，咱的经济有在发展，啊，咱经济发展，咱的这个成绩、这个成果有来甲咱的大家来分享，所以咱大家拢有感受着讲，即嘛，咱的水，尤其是少年人爱喝的水有较少，咱的税改。好，咱的经济发展的成果，我大家可以分享，大家有感受着无？哇！啊，另外，咱嘛是照顾咱的时代，所以咱阮2017年开始，咱就在做咱的长照2.0。这个长照2.0是咱家己政府安尼去捐钱，捐差不多300-400亿钱。来照顾咱的时代，会使咧社区内底，也是咧家己厝的内底受到照顾。所以咱若拍1966，咱厝的内底有人要，吼人有特别的照顾，要斗三工洗身躯、换药啊，也是要带伊去看伊医，拢会使拍1966来甲咱服务。这就是咱的长照2.0，让咱的时代有一个好的照顾。大家讲话好啊！嘛照顾咱的少年嘛，咱的少年人，咱鼓励爱有一个生儿育女，养育下一代，所以咱有足多的津贴，尤其是即马，咱若有小朋友要上幼稚园，政府嘛甲你帮忙，上多会超过4500块的负担，这对咱的足多少年人来讲是足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嘛要甲大家讲。咱一项一项做，予咱的人，予咱的少年人会使打拼，咱的少年人的负担会使减少，无后顾之忧来拼伊的前途。大家讲好啊，好啊。阿妈要甲大家报告，经济咱嘛是持续的发展，所以咱的经济发展，即嘛已经是亚洲四小龙的第一名。大家讲好啊，好啊。啊，这第一名，今年一定是第一名，因为咱台湾即马，咱的投资足多，咱的行政院长、所以就前几天来讲，今年咧台湾固定资产投资就超过4兆元，安尼有多无？有，安尼足多个啦，吼、哦。所以咱的经济发展，就是咱台湾有足多新的投资。咱的台商转来投资，外国的公司来投资，咱深耕台湾的公司嘛来投资，所以即马是咱台湾投资大爆发的时阵，予咱的台湾的经济会更加好。
啊，咱新市这个所在，跟咱的南科最近，一定会感受到讲咱的投资增加带来的工作机会，还带来的很多年轻人的福利，都一定是会感受到。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咱大家做伙来拼，和咱的台湾的经济搁较好，咱的少年人搁较有未来，大家讲好无？另外一项，我嘛要甲大家讲，即卖大家拢看到香港咧发生的代志，足侪台湾人心内拢足惊吓，惊吓讲有一天是不是台湾会甲香港同款？我要甲大家讲，咱台湾人有咱家己的民主，有咱的自由的生活的方式，啊，上着咱台湾人有家己的主权，咱台湾人的文明。咱台湾的未来，拢是咱台湾人家己来决定，大家讲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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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款未来决定咱台湾人的运命，这个权利一定爱交在咱台湾人的手里。咱要一代一代传予咱的下辈，予世世代代咱的台湾人。拢有一个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大家讲好阿无？好阿无？啊，那是安尼，我要拜托大家，一定爱支持蔡英文，一定爱支持林益齐，一定爱支持王定宇，一定爱支持郭国伟，予咱总统会使过关，咱的国会过半，大家讲好阿无？大家团结起来，咱去找更卡侪人来做伙，予咱即届选举会使是咱台湾人会大团结。大家讲好啊，好啊，好啊，好！咱团结起来，咱甲台湾顾好，咱的未来顾好。大家讲好啊，好！多谢多谢大家，谢谢。啊，来到咱现场，啊，我想安尼，啊，予总统休息一下，吼，休息一下，啊，咱小可现场小可摆一个椅仔咧，啊，然后有三批翕相，啊，这三批翕相呢，第一批是咱管理委员会，第二批呢。
行程真赶啊，所以伫遮啊，大家把握配的时间吼，把握时间啊，再一次来甲恁总统祝福啊，再一次甲恁总统祝福，互咱的总统呢会当顺顺连任成功啊，所以伫遮来甲大家做一个感谢啊，大家做一个感谢。感谢咱的乡亲，再次感谢咱的乡亲，大家当安尼百万啊出来参加这个盛会，啊，会当予咱蔡英文总统为咱全国的人民啊祈福消灾，会当安尼万万成功。啊，我相信，这是咱不只是咱台江首庙是一个永安宫的光彩，也是咱全新市区的一个光彩。而且啊，再一次感谢各位敬爱乡亲，感谢各位敬爱乡亲，多谢您，多谢您啊！祈求咱今仔日啊，咱总统替咱祈福，咱会当得到永远的平安，得到永远的平安，感谢。予咱这個效果要较好，咱香槟啊，搁较开一个哦，香槟搁较往后退一步，往后退一步，这样子啊，搁会更顺畅哦，啊，搁愈顺畅哦，谢谢，谢谢。总统非常不容啊，亲身来看大家，啊，咱有哪一家祝福咱的总统啊？啊，伫遮啊来祝福咱的总统啊，也望总统祈求的福气啊，会当保佑，予咱大家得到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平安。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小心哦，小心，来，小心，谢谢，谢谢。